这位女士该打吗？今天还好吗？看到一则旧闻啊，给我看乐了，特别有意思啊，赶紧跟大家来说两句。这有一位女士呢，啊，她这个本身脾气就比较大，她开一个宝马车，有一天晚上回去了之后，可能是没地方停吧，他们小区可能车位比较少，人家特别任性，直接把车就停在那个这个出入口那儿了。哎，监控也都拍到了一个白色的宝马车停在出入口那儿，人家心大到什么地步？人家就把车一锁走了，走了上楼呢去看家里人打麻将还是看朋友打麻将。这一看就看了2个小时，后面堵了多少辆车呢？后面堵了好几十辆车，大家就都给他，现在都可以查嘛，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挪车，打了多少个电话？打了80多个电话，人家80多个电话一个都没接。2个多小时之后，哎，给大姐，哎，姗姗来迟，悠然自得的下了楼。下了楼之后一看，很多人就围着他车拍他车呀，啊，你不挪，大家都回不了家了。哎，他倒急了啊，就跟人家大家一通对喷啊，你们敢动我的车啊，我就让你们赔到倾家荡产。后来这不是越说越激动吗？就有人就一直指着他鼻子就骂起来，这种情况是肯定的，口角起来那是肯定避免不了了。他就说：“你们谁敢打？你们动动我试试啊！”结果大家这群情激愤，这怎么还有人提出这种要求呢？啊，你动动我试试，那试试就试试。他估计还说了什么：“你打我呀，你打我呀，啊，打我，你看你怎么着怎么着。”估计是啊，以前可能也脾气比较大，哎，结果大家不但打了，而且是几十个男同志一起上手。后来我就想啊，这个能把一个人惹急了都不容易，哎，他能把这么多人都惹急了。上去给他一顿暴打，但是没什么致命伤啊，反正是各种一顿暴啐，啐的呢，结果到医院去了，这事儿不就闹大了吗？他还接受这个记者的采访，他就说啊，你看我这现在这指头也动不了，我这个颈椎也有问题啊，什么？接下来他要这个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后面这个后续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，估计肯定就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处理这种方式，他最后被鉴定是轻伤，那就是。可以入刑的了，所以到最后估计打人的和他还得再赔偿什么的这那的。但是毕竟参与的人多嘛，可能大家每人都赔点啊，他就算是挨顿打，这个大家给他赔点钱，我估计最后就这么处理啊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事儿放到网上，那大家就肯定是有自己的立场倾向啊。你从我的来说，我就觉得你遇到这种事儿啊，你既然是这么个情况，你等于是你就是让别人啊不对你下手啊，都觉得对不起你。你非得把所有人都给惹急了，这80多个电话里，但凡接一个，你说我这有事儿，我马上就下去啊。到了，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挪走，人家不至于打你吧？所以，既然能把人家都弄急了，那他中间肯定他的言语绝不是像他说的啊，他那么委屈。这个网民们大家的这个回复就更逗了，那看一条笑一条。那有的人就说，哎，当时啊，这个网民都分成两派，一派呢是觉得打轻了，另一派就觉得怎么没打死呢？这还有那高赞评论说他哪儿来的脸能上新闻呢？我觉得也是，而且是他找的记者上新闻，你知道吗？他还觉得自己受委屈了。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呀？这应该叫巨婴吧？就觉得全世界都应该让着我，就是还完全处于口欲期呢。就是我什么东西我要吃，我就得有吃的；要喝就得有喝的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就完全是那种卑鄙心态。哎，就是这种啊，我想怎样就怎样啊，这个世界都得围着我转。他到最后他还是觉得他受委屈了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事情对和错，你还是得看现场的情况。我当时看了那个现场的情况啊，包括他描述的这个新闻，我都觉得这么多为大家一起上手啊，才弄了个轻伤，其实，哎，任务完成的不好，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。他是要求大家打的，那大家就应该出手啊，帮帮他。反正人多，在咱现在这个情况下，你想通过法律去伸张这个正义也难了啊。毕竟是挨打的是他啊，你很难伸张到正义，哎，对吧？人评论里头也有。这个观点的啊，这么多人出手，怎么才打了个轻伤啊？既然这么多人出手，大家就努努力嘛，反正大家一起赔，每人分一点也没多少钱。所以看到这个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，就是你出门在外，尤其是像停车呀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这是前提。你如果要是没地儿停，你就多绕两圈去啊，你也别嫌麻烦。你如果堵着路，你就别嫌别人给你找麻烦，这是一个前提。那作为成年人，首先你不管是怎样，你别挡别人的道，别给别人这个惹麻烦。就是有的时候我出去停车，这个停车位是画在人家店门口的，我停在人店门口，虽然这是合理合法的，但是你堵着人店门口，人家肯定会不开心。有的时候我还得给人家打个招呼，真停了我也说这停这没事吧，人家同意了我再停，人家说你不能停，那我就走。所以就是商量商量，多问问，像这种这么任性的啊，你说堵路就堵路了，那你挨打指定是活该。但是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，打了人，最后只要是动手了，那就都叫互殴，那就是都有责任，谁伤得重谁有理。所以我对这件事其实。我对打他这件事我没有意见，但是我对这个动不动就互殴，双方都有责任，我是有意见的。大家觉得呢？谢谢大家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